小林玩具。一直读书真没意思。玲玲，我们跑着玩吧，怎么样？嘘，我正在读精彩的部分，不要打扰我。夏夏，你会跟我玩的吧？嘘。嘘。天空这么晴朗。哎，有棒棒糖在飞耶。哇哦。小林出什么事了？现在就去看一看。那个不行，亚拉丁亚拉丁变成图画。这是哪里呀？小林，我看你是中了我的计，到了这儿吧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专门出现在讨厌看书的小朋友面前的图画精灵，现在能够把你从这里救出去的精灵已经被我变成图画给藏起来了，我藏得特别隐秘，你是永远都找不到的。到底为什么呀？你要是不能从这里逃出去的话，不久之后你也会变成图画的。你站住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朋友们得赶快从这里出去才行。怎么说的来着？小林，可以通过阅读书本来找到你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。对，小菜一碟，读就是了吧。找出真正的灵力。小菜一碟嘛，朋友们也找到了吧。哎，就在这里。哦，小林，哦，玲玲，哦，想死你了。我们得找到其他的小伙伴。对哦。哦，这次是要找出夏夏。眼睛好疼呀。哎，不行了，朋友们帮帮我吧。小玲，谢谢你找到我。现在只剩月月了，我们一起来努力找找看吧。哦，就算有三只眼睛也看不过来啊。朋友们帮帮我吧。不错嘛，小玲。好了，现在你们把我救出去吧。我们得找到其他的小伙伴。啊，不可能吧。不可能吧。小玲，你是不是怕了？难道你做噩梦了吗？小林也真是的。好像是做梦了。对呀，小林，我们光顾着读书了吧。让我们现在开始玩耍吧。4月10号至4月23号，小林英语杯小风铃101英语风采大赛，期待你的参与。到底最佳英语风采小风铃的称号会花落谁家？4月10号至4月23号，将在小林英语开启报名入口，上传你的英语风采视频即可顺利报名。最终入选的20名优秀选手都可以获得小林英语送出的大奖哦。
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参与。